班啦，单只布诶，单只布诶，太便宜了。哎，我卖你卖完，你还没走啊？可以来买。你卖完没走？真的新鲜的东西，新鲜的东西哦，不是拿那种过期的。我们每天的行程都在固定的地方。安尼啦，不会随便。大买大买啦，要是我大只啦，不是做一次生意。这种大买的地方啦。一买偌重，所以不用担心买到不新鲜。一斤偌好有较少无？有。帝王虾是白虾，真正有。最大只的白虾。一斤卖偌济？你也是，即摆抓到超过300。我问一下啦吼。这较细只个，有这差较贵个。我知道了，我说你在。一人两买啦，好啦，啊，无紧啦，一人两买好来啦，开600啦。全部的东西留在同一个留言就好。500块啦，我借一个啦，500块啦，大只啦，大只啦，肥到敢那猪个迄块，安怎啦？哎啦，500块啦，2只500块啦。对，不要啰嗦啦，我跟你说，2只客人都没有了啦。500块啦，两三只要起500块啦。啊，一尾百几块，你唔咧讲一尾百几块？好啊，好啊，你无啊，你无。无你后壁迄个啊。哎，阿姨，你讲2只5尔啦。哎，阵你扣完，他发几波啊？哎呀，金波啦，金波啦，好无啦？好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。安尼啦，阿公要啥？要三百鱼刀哟，大个，大个安尼啦，三百鱼刀我甲买一个啦。靠腰后壁阁有飞机条啦。来来来，三百鱼刀啦，路口一块卖120啦，超市咧卖啦。不管啦，不管啦。两地号来开你一时啊，我借你大个200块就对啦。3500超便宜。这三地号你200块啦。刚刚卖什么？这地阁请你啦，200块200块啦。200块就对啦。咁好。胖子啊。这地阁送你200就好啦。这三百鱼刀算40块尔啦。拢讲真诶啦，200块敢够人要爱哈？三百一刀200块，五地200块敢够人要爱？无人要爱啊吼，拢有啊吼，啊你要搁爱啥？搁走一回，哈？200。歹势，手机停，老王老王啊！真正手机咧停。来来，啊，搁要食啥？安尼啦，啊无我再甲卖者好无？这叫飞机条啦，这飞机条用炒诶，啊保证袂乱袂臭臊啦，拢讲真诶啦，一块哦，你去超市甲看啦，超市就咧卖啊啦，一块安尼吼，你甲炒只芹菜就好啊啦，一块超市安尼卖偌济，卖80啊，这2块来啦，开150啦，我少食，这3块来开24啊，卖啰嗦，哎呀，200块好无？200块嘛，人要发字条200块，有人要的吗？哎，安尼啦，卖啰嗦，这4块哩，南部只有那个手链哦。200块啦，安尼啦，我只要记得这个号码，200块啦。斗六礼拜日在斗六。飞机条200块嘛，人要来啊。零零六一段又是六百啦，这个搁送你200块啊，这6块200块尔啦。一个几十块尔啦，一个2块啊。对对对。三啦，四啦。买哦，一块。多啦，6啦，200啦，200块啦，200块嘛，人要来啊。就是靠。我都问一下，2啦，等偌济啦？三啦，4啦，5块来啦。我少食这6块去，200块敢够人要来啊？我叫他去找脏话师。这6块来，200块敢够人要来？阿姨敢好？一百好，北部也没有。买一百好啊，那唔好。100块，食袂了，食袂了，冰袂落，100块啦。哎，一百块。配鱼。够有人要吃啊？无100啦。新鱼吧，新鱼。啊，够有人要爱？100块啦。100块，够有人要爱啊？哎，无啊，我南山的无啊，这样啦。订购。啊，南山的无啊，这样啦。马上到现场，然后我才可以帮你。100块啦。如果没有办法马上到现场，我们没有做搭配。100块，够有人要爱。朱先生，两百，要200。好，安尼无，安尼无，啊无你要100哈，我干。哎，这三百鱼丸够有人要吃啊？今天基本上都会有。三百鱼丸无独家汤的，敢无？你可以，那我可以帮你聊。你要什么，我帮你。大概一斤三百鱼丸。这里是二水市场哦。这里是二水市场。二水我车站前面那一条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就你看要怎么帮你聊。这安尼一台拢斤偌重啦，卖啰嗦啊，卖开150，卖开180啊啦，100块啦。什么东西三合一切？你说虾子哦？你今天刚好炸帝国虾。所以明仔载干么？那有你爱炸一个，迄 S 的。今天没有帝国虾遇过。这三百鱼丸，刚够人买啊！100块，刚够人买啊！已经走过去了。5片200，拭目以待。你要吗？你要我帮你留啊？这三百鱼丸还有吗？啊，还有还有。你要吗？你要？100块啦，100块。你要留货就是什么东西？品名嘛。100块，然后加急。加一就是一份，加二就是两份。够人要吃三百一碗啊，100块。然后你要10点半之前要来。要的吗？100块。哎呀，你现在拉，OK， 那我帮你。走，不要乱。你卖掉了，我掉了，小叔，你等一下过来要找我。哎呀，
啊，你讲我抓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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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一尾一百啦。哈哈哈！我抓啦，你唔敢抓啦。啊，啊啦。啊！你讲我抓咩？你等下去拄到吼，我良心过意袂过啦，你有听无？是惊烦恼你去拄到，都唔是安怎哩？哎呀！你抓无算死啦，戆人啦！什么人安怎啦？哎，卖你四百啦，来啦，钱来啦，四百。三百。你较乖啦，你较乖啊，讲袂听哩，是不是啊？这黄鱼有人要爱无啦？卖啰嗦啦，300块啦，300块啦，300有人要爱。没有，玉桂街没有虾。300块敢有人要爱？白虾。你也看啦，唔听我传，无人要买啦。你也看啦。三百啦。哎，气到都不散。安尼啦，我们这边捞几分？这边捞几分？嗯，这边捞几分？来，小猪帮你留咯。麦都说200块了，都要进两了。二哥跑，三了，二哥在后面了，200了。不要，200了。S， 明天不一定会有地锅虾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叫他帮你留大盒的。啊，如果没有大盒的，你要小盒的吗？我买一百，我买一百。这边买一百两袋哦，两袋一包。有啊。想我好卡电话无？想坐你才卡电话无？咱公司咧，咱公司咧。啊，这糖啊，够有人要食啊，鲔鱼糖啦。当伊放咧恁家客厅袂害，放咧恁家客厅袂害，咱公司咧啦。哎呀，这放咧恁家客厅袂害啦。骗囡仔好用啦，真的啊，骗囡仔不一定啦，每天的地点环境都不一样，有时候是太阳很大，有时候是那个反光很严重，都不一定。糖啊，一百，咱有人要来100块，只要大只的就好。还是你要那个海大虾？这鲔鱼糖100块，那人买100块。不止。OK， 一贵 OK。这鲔鱼糖100，刚够人买，阿姨敢买？这啊？啊，买一糖啊，这唔免冰嘞，这嘛唔免煮嘞。那边酸气也上好啦。酸气。酸气。酸气。哎。你煮的是什么？鲔鱼丸。啊？花枝丸。花枝丸。100。我连就没有他无买香丸啊。有 ，Alice， 好咯。讲完没完啊？300元。Candy。你不是有 Sweets 什么 Candy？ 水碗今天下午才会送来。东西看起来会反光，今天吗？现在没有。现在正私募一碗。哎，对。现在正私募一碗。哎呀，这样。迄超市就咧卖啊啦，1.2元啦，2.2元啊四啦，200多啊啦，百五啦，紧嘞，百五啦，百五，要对，搁落去18站啦，搁落去18站啦，莫搁落去啊啦，嘿啊，我徛咧平地都好好，你啊搁要落去18站啦，你百五啦，好不？好啦，没啊，没看到，好不啦？好啦，有人有听到声音的，好啦，好，百五啦，紧啦。好呀，他回程了啦，他回程了啦。阿弥陀佛，回程了。他可能要坐火车去下一个地方。快点，靠腰，这行到这么介绍，你妈个正经嘞！对车卖到15都嘛敢介绍，你妈个嘞！鹅啊不敢跟你保证，因为他也现在没到。车卖到15啦，我只只百五有人要来无？百五，社会放百五。阿姨在干嘛？私募也可以啊，你有办法马上到现场了吗？有，哎、我就帮你留。这边的家猪尾，你是说等这个还是私募一度？啊，好，安尼，恁老师傅还没插黄鱼，头发了摇。我来给你散一下，什么叫做？食这个有人要吃呀？这叫啥？鲟吞。哦，你莫卖甲重了，你卖。一块内底有30粒，变色啦！你讲较紧，变色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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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样叫变色啦！一块内底有30粒，你去超市甲看，一块卖你偌济，你知影？我看了后才敢提转来卖啦，150。超市一块卖150，诶，恁将买一块转去试食看吗？我个人感觉袂歹食啦，
吼，百三有人买来无啦？百三啦，你买无这俗个啦，一百块啦。时间是哪时候？大头市场，我跟你说，你去 YouTube 搜寻"吃乎肥肥"。